各位先生、女士，大家下午好！谢谢大家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下午啊，不出门，在家听我们的网络研讨会。我们今天是由新加坡防癌协会举办的乳癌网络研讨会，我是林慧敏，你们今天的主持人。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想看一下在线上面呢有哪一些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回笼的来再次参与我们的活动的好朋友啊。那你在那个 Q&A 的格子那边呢，问答格子上面呢，给我们打一个零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话呢，打一个一，让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到底有多少好朋友回笼了哦，很多很多是。好朋友回来了，好了，谢谢大家好。有些是新的朋友啊，那我们希望之后陆陆续续我们也可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大家也能受惠于这些网络的研讨会。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 MSD 和 AstraZeneca 的鼎力支持和生活合作伙伴，乳癌基金会、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新加坡陈笃生医院和保健促进局，不，对不起，保健促进局加强定期检验益你一生计划，这些都是我们目前的赞助商啊。请允许介绍一下有关新加坡防癌协会。新加坡防癌协会呢，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自愿福利团体，其中包括一些公共教育筛查，为有需要的癌症病患提供患者护理服务，临终关怀家庭护理、癌症治疗补贴和康复支持计划等经济援助。本人呢是新加坡防癌协会的义工，我从2008年就参与新加坡防癌协会的公共意识讲座，很荣幸，也很就是有这样的机会为大众服务啊。今天下午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三位专家，他们将与您分享有关乳癌有关的知识以及任何降低患癌风险。稍后我们也会邀请一位乳癌幸存者和我们分享他的经历。我们会在演讲嘉宾分享后进行问答环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需要我们的回答，请在视频下面的 Q&A 格子提交。我们将会在问答时间呢，尽量为您解答。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不能一一如实的点答的话，我们会把它加入或发布在我们的了解癌症方能胜致胜癌症的微型网站。微型网站在哪呢？微型网站在新加坡防癌协会的网站里头啊，就是 www.singaporecancersociety.org.sg。你从那里呢，可以在他们的微型网站里面看到所有。我们抽以那个最常见的问题呢，抽出15个问题在里面回答。今天的视频呢，也会在脸书上面直播。那在直播的话，如果您希望说在新加坡防癌协会今天的活动以后呢，也分享今天学到的知识，或者再回看，或者是想再看一下那你也可以到这个新加坡防癌协会的脸书再次观看啊。我们今天大概线上有141个人啊，可是因为在家的关系，可能家里会比超出1倍，或者是2、3个人在听今天的乳癌讲座。那事不宜迟，我们今天下午开始欢迎第一位专家，我们的杨诗慧医生。杨医生呢是新加坡中央医院和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的乳腺外科副顾问医生，他将会告诉您什么是乳癌。和分享关于乳癌风险因素、症状、体征和检查以及诊断。有请我们的杨医生。Hello，下午好，我是杨诗慧杨医生。今天真的是很高兴被邀请到这里的公共讲座，然后参与这一次的活动。因为毕竟这个月呢是10月份，也是我们国际乳癌防治月，这对一个外科医生，尤其是乳房外科医生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时间，也是很忙碌的时间。然后所以就是很高兴可以参与这个活动。我稍微来一个简介。那我自己本身呢，我是一个台湾人，然后我在长庚大学毕业，然后就是基础的医学训练毕业了之后呢，马上就到新加坡来就职，然后后来就开始了我的那个外科的训练这样子。然后目前我的次专科就是以乳房癌症治疗为主。
然后我现在是在中央医院跟那个癌症中心的副顾问医生。那大家，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都知道，说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央医院这样。然后我主要想要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癌症中心呢，现在经过了好几年的准备之后呢，很快就要开幕一个新的新加坡癌症中心。然后可能在第一个病人会在12月开始进行顾问，然后就是对，所以就非常值得期待。那我就先进入我们今天的那个主要的内容。我今天负责的内容呢，算是最简单的一部分，可是虽然是简单，可是也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样。最主要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可以做的一些预防的动作，然后告诉大家乳房癌到底是什么，知道一些可以观察的一些症状跟象征等等，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筛检跟诊断这样。那一刚开始呢，我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乳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要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先去了解一下乳房正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乳房的一个我们生理的状况。我们来可以看到说，我们乳房呢大部分是以乳腺为主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红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其实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乳腺就是这个乳腺呢，就是我们分泌乳汁的地方。然后乳腺分泌了乳汁之后呢，会有一个输乳管，然后一直连接到我们的乳头，然后这就是一个功能，这样这正常的功能。那了解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哎，其实乳房呢，自己本身在一些乳房的淋巴呢，主要大部分是以淋巴结到腋下的淋巴结有一个连接这样子。那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后面的讲说。那乳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就是不正常的细胞在我们的乳房里的增生，就造成乳癌这样。大部分的乳癌呢，我们就像我照片里看到的，其实大部分的乳癌需要大家知道的是说，大部分的乳癌其实是在一个我们输乳管里形成的。有10%到15%的呢会在我们的乳腺里形成这样，所以大部分呢其实在输乳管形成的。再接下来呢，不好意思哦，我可能再少了一个波片，不过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乳腺管呢就是一个像类似一个管子嘛。一刚开始在有一些不正常，就是说癌细胞增生的时候呢，可能从乳腺管开始，就是输乳管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开始了之后呢，就会可能到一个程度一个大小的时候呢，就会造成我们的原位癌，就是 DCIS 的原位癌这样。然后等那个乳房细胞那个不正常的癌症细胞增生了之后，一直到我们乳腺管外面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侵入性的癌症。然后侵入性的癌症呢，又可以开始分期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零期癌症呢其实就是原位癌。原位癌呢意思就是癌症的增生只限于我们的乳腺管里面，然后第一期呢可能那个癌症没有很大，然后也没有跑到我们的淋巴去。第二期呢可能肿瘤稍微大一点，然后也有可能有影响到部分的淋巴。那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那个照片，你可以看到说，哎，其实我们大部分跟乳房相关的淋巴呢大部分是在腋下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哎，可能如果癌症转移的时候呢，大部分会往我们的腋下淋巴里转移。然后第三期呢可能肿瘤会稍微更大一点，可能会有更多的淋巴受影响这样。然后第四期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乳房癌症转移超出了我们的乳房跟腋下淋巴的时候呢，就算是第四期，然后可能就转移到其他的器官。最常见的器官呢，其实在这里的照片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肺部、我们的肝脏，再加上我们的骨质系统这样子。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地的统计数字。
这样子才会让大家了解我们对乳房癌症的了解有多重要。这样，那我们在这一章呢，您可以看到说，这是我们乳房在女性新加坡的癌症里，女性的癌症里，就是排前十名的癌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乳房癌就是第一名。那除了它是第一名最常见的以外呢，你也可以看到它的数据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是说每三个到四个女性癌症病患，其实其中之一个就是乳房的癌症，这样。所以其实这是如此的可怕，如此的常见，这样。所以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可是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好消息，了解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在新加坡呢，每13位女性就会有一位有就是被诊断在75岁之前会被诊断有那个乳房癌，这样。所以其实这数字是蛮可怕的，就是说您认识的13个女性里面其中之一位就会有癌症被诊断，在她的生命就是75岁之前就生平就会被诊断为癌症，要么他们就已经被诊断了治疗了，或者是说他在生之年可能会被诊断为癌症，这其实是很可怕的那个数据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大部分的癌症呢，可能大部分的诊断都是在45到64岁，可是呢，我们也在每六位呢，就会有一个是小于45岁的病患。然后我们在临床上也可以就是观察到说，越来越多的女性病患都越来越年轻，这样，甚至有一些可以年轻到20几岁。那不过呢，虽然说这些数据很可怕呢，可是这一章也是非常的重要。不好意思，这没有中文，没有翻译成中文，可是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分期，这样，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还有第四期，这样。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存活率，五年的存活率，在如果您的诊断在第一期的话，其实是很高的，就是您的存活率五年，就是你癌症诊断了治疗完之后，你在五年之内还活着的几率其实超过90%。然后其实这里没有就是没有表达的有我们的原位癌，就是零期的乳房癌症呢，其实比那数据比这个还要好。那当然有一些一期的癌症，一期有在分一些复分期，然后这些某些一期也是它的那个存活率是可以非常的好，这样。那我们慢慢往下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诊断的比较晚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它存活率就会低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一来就在前面几章我们可以大概总结说，乳房癌这症其实非常的频繁，然后很多人都有可能，我们知道认识的很多女士其实可能都已经曾经被诊断了治疗了，然后所以一来它非常的频繁，二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不代表一旦诊断了这其实就是一个死刑，这样。因为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存活得很好，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可以需要注意一下，这样。那今天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大部分的重点都在这里。那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之后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子真的是很可怕，好像我认识的十几个女性病患里就会有一个人会有癌症啊，我可能有我自己本身可能是女性，然后我自己妈妈姐妹阿姨姑姑这些都有可能会诊断成癌症。那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会让乳房癌这么的频繁呢？然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就是主动的去做，来做一个预防的动作呢？所以了解我们的乳房危险因子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才可以理解说那这个乳房癌症的预防之道，这样。那往下看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些危险因子是不是可以改变的，有很多我想要就慢慢跟大家分享。那目前呢，就当然您如果是女性的话，您的离癌几率一定是比较高，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然后基因突变，自己本身也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然后有可能有一些是基因性遗传性的基因家族史，在你家里有很多女性或是甚至男性病患有被就是诊断过有癌症的话，您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这也算是危险因子，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可以改变的。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身体里面的那个女性荷尔蒙，它的那个就是在自己身体里存在的那个时间长短也会有所影响。这样，那就比如说你的那个月经经期来的比较早一点，可能很年轻经期就来了，然后停经呢停的也比较晚一点，这些可能对那个乳房离癌的几率都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这些呢可能不是我自己可以完全改变的啊。可是好消息是也是有很多危险因子是可以改变的。那像比如说我们知道说科学已经有证明说，如果饮酒过量的话会增加我们乳房癌症的几率，然后久坐不动，不喜欢运动，然后常常坐在那个工作办公室上就不愿意动，或是躺在沙发上，这样子的生活模式也不是很健康。然后我们知道除了离癌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这样当然就是久坐不动啊，酒精啊，其实都是很基本的，跟我们健康大致上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可以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说体重过重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我们体重过重的时候可也是会增加我们的乳房癌症的几率，这样子，那跟我们荷尔蒙的失调有关系，这样。那另外呢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可能就是未曾生育，这样。虽然这个未曾生育呢，我觉得要归类在可改变的因子呢是有一点勉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就有孩子。可是当然如果您有结婚然后有那个意愿的话，提早生育其实对乳房癌症的预防是有帮助的，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使用避孕药，避孕药是大部分的女性雌激素，就是女性的荷尔蒙，这样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这样。那我们也知道当然有一些不是全部都是，那这方面呢可能要跟那个我们的妇产科医生做个讨论再使用，这样。可是如果真的要使用的话也尽量避免，因为大部分的东西呢会增加我们的乳房的癌症，这样。然后另外有一些女士呢可能停经了之后有一些停经相关的症状，可能就情绪比较激动啊，或者是阴道比较干燥啊等等，那症状很严重的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些补充荷尔蒙的动作延迟那个停经的症状。可是这些其实对我们增加乳房癌的几率都是有相关的，这样。那知道了以上这些因子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说，诶，其实好处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主动去做来去避，就是不能避免可是降低这个几率，这样。这需要听得很清楚齁，就不代表说你有做这些以上的东西就一定不会被诊断成有癌症，可是呢一定会就帮助您降低你的罹癌的几率。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这方面呢当然是靠饮食跟运动，这样。那养成运动的习惯呢，我们知道说 WHO 它有推说其实如果一个礼拜可以做一个中等的那个中等剧烈性的运动，然后基本上就是你的心脏可以跳到，就是运动了之后呢心跳可以加速到115以上的运动，就是做150分钟呢可能对我们就是预防乳房癌也是有帮助的。然后酒精呢如果可以避免就尽量避免，如果有在喝呢可以减量，这些对降低乳房癌症的几率都是有帮助的。那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方法哦，就是说用一些药物去阻断女性荷尔蒙对乳房组织的影响，或者是说甚至切除乳房去做预防癌症的动作。这个呢并不适合一般人，就在非常非常就是高风险族群的才会适合，这样。这方面当然我们就会建议说您跟那个相关的医师专科医生讨论了之后有适合才需要做的动作，这样子。那我们了解说乳房癌很常见，然后有一些东西我们确实是可以避免，这样。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东西会帮助我，或是我所认知的我所知道的那些女性朋友或是家人啊，除了我们可以预防，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就是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样。那要发现也要知道症状是什么这样。那乳房的癌症的症状有些什么呢？摸到硬块就一定是乳房吗？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诶，其实最大的症状呢，就可以看说，诶，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可能在我们的乳房里摸到一个小硬块这样子。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说，我们淋巴，乳房的淋巴呢，大部分95%以上都会往我们的腋下这边走，所以如果癌症转移到我们的腋下，这腋下里摸到了一个硬块，其实也算是一种可疑的症状这样。然后另外呢，我们的那个乳头有不正常的分泌物，尤其是有带血的分泌物这样，这也是可疑的症状之一。那另外就是皮肤上出现改变啊，类似很像是橘子皮的啊，或是有点红肿可是没有痛这样，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疑的现象。不过我想跟大家说，虽然这些是最常见的四大症状，可是如果您自己本身在做乳房自检的时候有注意到不正常的症状啊，任何一个异常的现象，跟您本身平常的乳房有异常的现象的时候，都鼓励您像我们的那个门诊，然后专科门诊来看一下都没有问题。那另外呢，就是乳房疼痛呢，我想要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其实疼痛呢是很少很少是因为癌症引起的吼。大部分的癌症不会痛，可是当然不是会痛就不是癌症，这也是很重要的。可是乳房的疼痛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原因，那我等一下会稍微跟大家说一下。那这些我刚刚也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这些症状呢，如果有注意到的话，一定要看医生。当然除了这些异常的症状要看医生以外，如果你每个月都照我们的那个推荐在做自己的检查的时候呢，如果注意到任何的不正常，我们都欢迎您到我们的诊所来看我们这样。那有一些硬块其实不是真正的硬块，可能是只是硬块感这样，感觉是硬块，可能不是硬块这样。像比如说呢，年轻的女孩子，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月经来的时候呢，可能乳房会肿胀，因为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雌激素荷尔蒙改变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乳房增生，所以就会乳腺的增生，所以就会觉得那个有肿胀的现象这样。这其实是很常见的，有些时候会痛，有些时候不会痛啊，可能会增加您的硬块感。然后另外呢，就是怀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荷尔蒙也会改变，这一段时间也会可能会有硬块感这样。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诶，我其实已经快更年期了，或者是甚至就更年期了，我都已经更年期过去了，怎么还会有硬块感呢？这其实也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其实更年期了之后不代表没有女性荷尔蒙，还是会有的，只是成分会稍微不一样，然后成分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然后来源会不一样这样。所以这些都是常见的硬块感。那硬块呢，也不是每一次都是肿瘤这样，有一些硬块也是有可能是良性的，不过任何的硬块呢都是值得一看医生，就是专科医生这样。那我们如果有硬块了之后呢，您到我们的门诊过来，大部分呢我们会做一个超音波看一下，然后另外呢也会做一个乳房摄影这样子，然后呢这其实就是乳房的 X 光，然后如果有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个穿刺的动作来做一个切片的检查这样子。以这些方法呢，我们来更认识这一块硬块，您所感受到的一个硬块，然后去做一个诊断，说到底是不是癌症还不是。那我刚跟大家说，因为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乳房疼痛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门诊里除了硬块以外，很常见的就是乳房疼痛来看我们的。然后有一些呢，有
就是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外伤啊，运动过度的激烈，或是某一个不小心拉伤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的胸腔啊附近呢有很多那个我们的肌肉哈，那些肌肉发炎啊、紧绷发炎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乳房的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您的内衣支撑性不足，也会造成您的那个乳房的疼痛这样子。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纤维囊肿的乳房，或者是就是纯粹的就是乳房水囊肿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那个乳房的疼痛。纤维囊肿呢其实是一个良性的表现，并不是癌症啊。然后最就是最可能就是比较少见，可是还是有可能就是说有疱疹这样子，您皮肤上有疱疹造成的疼痛，这层疼痛可以很剧烈哦。所以这些都是常见又良性的疼痛这样。另外呢就是那是不是疼痛就不需要看医生？当然不是。就哪一些疼痛呢应该去看医生。就是如果疼痛其实是在经期附近，然后经期过了就好了，那种疼痛可能就不太需要担心。不过经期过了还是一直都持续的疼痛呢，可能就要去看医生这样。或者是说某个特定的部分一直都痛，其他地方都没有痛，月经来的时候就某一个地方一直都固定的疼痛，也是值得去看一下医生。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那个疼痛剧烈到说会影响到您的生活，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医生的。然后呢就是那看了医生之后，有以上的症状了之后呢，看了医生之后已经确定真的不是肿瘤引起的疼痛之后呢，可能有一些东西可以改变那个乳房的疼痛，这样可能穿一些有支撑性的内衣，然后尽量影响尽量减少一些就是减少咖啡因啊，或是低脂的饮食这样，或是说做一些某些伸展性的运动都是有帮助的。那知道了症状之后呢，最主要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知道症状，最主要其实就帮助我们早期发现这样子。所以在您30岁以上，我们就已经建议说，其实这个30岁有点牵强了，我觉得任何年纪的女孩子都是适合可以去做一个乳房自检的动作这样。我们会建议说每个月一次做乳房的自检，然后乳房自检呢我们建议在那个月经经期停了一个礼拜之后去做，这样乳房才不会太肿胀。那做自检的目的其实就是认识自己的乳房。然后另外在筛检的过程呢，就是如果您在新加坡呢，在40岁到50岁呢，我们每一年都可以做一个乳房的 X 光，然后50岁以上呢就每两年做一次这样。那乳房自检呢其实没有很困难，然后基本上呢就在洗澡的时候，如果你有一面镜子就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改变，然后躺下来的时候呢，睡觉之前或是醒来之前都可以躺下来把手抬起来，就像这个视图一样，把手抬起来然后摸一摸乳房，认识自己的乳房一下，这样摸一摸确定每一个地方都有摸到了，然后看一看我们的乳头挤一挤有没有任何的不正常的分泌物这样。那有些病患很常见的就会跟我讲说，其实我不知道我在摸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乳房如果很正常，当然你不知道会在摸什么这样。目的呢其实就是认识自己的乳房，在某一个定期时间去做一个动作，认识自己的乳房之后，如果假设有不正常的增生，其实您就会做一个就是得到一个提早的发现这样。如果自己本身不认识自己的乳房的话，很难发现，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啊。另外呢就是乳房的 X 光摄影这样子那 X 光摄影虽然说有一些不舒服，其实也不是每一次都会不舒服这样，然后也没有您想象中的这么可怕。然后现在呢就算因为 COVID 的关系可能有一些不方便啊，有一些人延迟啊等等，可是现在目前大部分恢复正常，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筛检的动作。那我们新加坡呢很好哈，就其实如果您是公民的话，也是有一些政府的津贴这样子。如果是公民就50，就是如果您参加我们就是新加坡的那个 breast screening 的话，
新加坡公民就50元这样，永久居民是75元啊，其实建国一代就只需要25元这样。然后如果是10月份去做检查的话呢，还有特别的津贴，还有就更再少25块这样。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好，如果可以的话，您还没有的话呢，这个月就赶快去来约定一下时间，然后去做一个乳房的摄影这样。这些呢是我们就是各个不同集团的综合诊所的联系方式，就是您要去做之前呢打个电话约个时间这样。其实非常这个过程我听说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还没有做过 X 光检查，就没有做 在自己身上做过，所以我不知道那个过程有没有很方便，可是听说其实就是还蛮方便的，只要您就预期早期先去做一个预约的动作，然后一整个前后进去到出来不到30分钟就可以结束，非常有效率这样。希望观众可以把这张留下来，然后赶快去安排一下自己的乳房 X 光。然后这个呢就其实就我们这个月的活动，我们 Sing Health 的这个月的活动的那个宣传传单，这里有一些 QR 就是我们的二维码可以扫，说我们这个月有些什么讲座，然后甚至也可以给你做一些那个X 光的预约这样子。就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一张留下来，然后去看一下，用这个二维码进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月其他的活动这样。好，我的部分就结束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能要等其他的讲者结束了之后再说这样。谢谢我们的杨医生啊，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我们第二位专家我们的欧冠伟医生。欧医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的肿瘤血液科顾问他将会分享如何充分了解病情和规划最佳治疗方案。欧医生请。Hello， 大家好，我是欧冠伟医生。今天非常高兴能跟你们大家分享，一旦患了乳癌之后呢，怎么充分的了解病情，并且规划最佳的治疗方案。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包括乳癌的基因的检测，那早期还有晚期乳癌的治疗。一旦罹患了乳癌，我们也要学习怎样与癌共存，充实的过好每一天。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一些基本的要点。所以乳癌是本地与全球女性最常见的癌症。那新加坡的头号癌症杀手就是乳癌，过去50年来位居第一，各种种族都会被乳癌有危害到。那每三名患癌的女性当中呢，就会有一个会罹患乳癌。每天我们也有近6人被诊断出新的乳癌。从1976年到至今，那乳癌它发病率呢也增加了3倍。所以乳癌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问题，它占女性癌症死亡人数近 18%。 所幸乳癌的患者的存活率其实有所的提高。可是大家可能会问，为何乳癌如此的常见呢？其实患乳癌的风险是随年纪的增长而有所提高。那我们本地人口逐渐的老化，当然乳癌的频率也会越来越普遍。那乳癌的病程呢，其实是从一个良性的细胞，它慢慢的演变就变成了癌症，中间患癌的风险也逐渐提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乳癌的筛查，在患癌之前找到那个病根。那些女性不只需要做定期的筛查，怎么说呢？100个女性当中，可能有70-85%的癌症是属于常规性的，这些女性需要定期的筛查。可是有20%的癌症呢是属于家族性的。5%-10%的癌症是属于遗传性的，那这些女性就需要做进一步的筛查。那我们先谈一下家族性的癌症吧。为什么家族史非常重要呢？因为家族史影响的一个人的癌症风险，那多达20-25%的乳癌患者会有乳癌的家族史。如果一个人有姐妹、母亲或女儿患有乳癌的话，那自己罹患乳癌的风险就提高了2倍。若有2名的亲属有乳癌，那罹患乳癌的风险又提高了3倍。所以家族成员通常是有这种基因的关联，可是
即使我们有家族史，不一定意味着有坏的基因，因为其实家庭的成员都有相同的生活还有环境的因素。由于癌症的风险较高，因此我们要提早筛查。比如说家族中最年轻的乳癌患者，提早5-10年来进行筛查。可是这不要太早，在25岁之后，在40岁之前。那如果有阳性的乳癌家族史的话，我们应该尽早进行筛查。如果母亲是在40岁罹患乳癌，她的女儿还有孙女可能就要提早进行筛查，在30到35岁之间，每年要接受乳癌的检查，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要考虑做 MRI 乳房的扫描。那这是不是遗传导致的呢？其实像我所说的，遗传性的乳癌其实占据乳癌的5%到10%。那一小部分的男性，对男性还有女性呢，罹患乳癌的风险其实较高。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好莱坞明星 Angelina Jolie， 她就一出生就有 BRCA1 的基因缺陷。那有 BRCA1 和 BRCA2 的基因缺陷的患者呢，他们患乳癌还有卵巢癌的几率比平常人高，连男性他们也可能患有男性的乳癌、前列腺癌还有胰脏癌。所以大部分女性其实没有遗传性的乳癌。那有缺陷的 BRCA1/2 的基因呢，可能也会延传给下一代，那这是以50-50的几率。那如果一个家庭成员遗传了有缺陷的基因的话，那他罹患癌症的风险也会逐渐的提高。那如果一个家族成员验到没有缺陷的基因，那他就罹患癌症的风险是属于一般。可是像我所说，大部分的女性没有遗传性乳癌。那有遗传性乳癌的女性呢，由于罹患癌症的风险较高，我们也需要做特别的筛查，不仅要做乳房 X 光筛查，我们劝她们做 MRI 筛查。那如果她们是满40岁之前呢，我们就应该开始筛查，在25岁就开始。我们也建议她们也做其他的检测，比如说筛查卵巢、筛查男性的乳房还有前列腺。那最后我又要再跟大家说明，大部分的女性没有遗传性的乳癌。一些女性可能选择说接受有助于降低乳癌风险的手术，可是这是非常积极的防范的措施。这些手术包括双边的乳房的切割，还有双侧输瘤管还有卵巢的手术，可以降低乳癌还有卵巢癌的风险，可是这是非常个人的，应该谨慎的考虑。那我们转向于早期乳癌的治疗。那乳癌的分期，我们的杨医师已经说了，有分1到3期，以乳房的大小还有淋巴 的大小 来作为一个期数。那第四期就是如果那颗癌症已经扩散到其他的器官，所以这些图片会跟你看出那颗乳癌的大小会影响它的期的算。那0期的乳癌呢，其实也叫 DCIS， 那些癌症的细胞还没有蔓延到周围 的细胞，所以其实这是非常早期的乳癌。要是其中一个乳房出现了癌细胞，我劝大家不要先太担心，因为罹患乳癌其实绝非末日。那我们要记住，及早发现乳癌，治疗后的存活率是相当的高的。那怎么治疗乳癌呢？我们先要知道乳癌的类别。所以乳癌其实有3种受体，2种是荷尔蒙受体，就是雌激素还有孕激素的受体，如果它们总称为 hormone receptor， 就是荷尔蒙的受体。第3种受体叫做 HER2。 那荷尔蒙阳性的乳癌呢，其实占据乳癌的 80%， HER2 阳性的乳癌就占据 15%。那三阴乳癌就是3种受体就是呈阴性的，这就是13%的乳癌。那一般的治疗规则呢，就是早期的乳癌患者都需要做手术。那手术是切除乳房的肿瘤，可以局部的切除，可是如果做局部的切除就需要电疗。那如果是做整个乳房的切除呢，我们也可以同时间做重建。那我们一窝的淋巴也需要做一些检验，如果一窝的淋巴发现有癌细胞的话，那外科医生就会把一窝的淋巴作为清扫的手术。
可是如果一开始诊断的时候淋巴已经受到影响，也是肿胀的话呢，那可能我们也会考虑把整个淋巴的做清扫的手术。所以请您与您的外科医生讨论治疗的方案。那正确知道乳癌的种别其实非常的重要。荷尔蒙阳性的乳癌呢，其实可以用雌激素的那些荷尔蒙疗法来去治愈。那对于年轻的女性，我们也可以考虑给她们接受注射性让月经暂停，降低她们雌性激素的那些影响。那 HER2 阳性的乳癌呢，其实我们现在有抗 HER2 的靶向治疗，可以很成功的把乳腺瘤给缩小。三阴乳癌呢，就需要进行化疗。我们通常需要多方面的对抗早期的乳癌，所以通常是先开刀，然后做辅助性的治疗，这包括化疗还有电疗。如果有荷尔蒙阳性的话呢，我们就通常会给5到10年的内分泌治疗。可是如果是 HER2 阳性的乳癌，我们就会给12个月的抗 HER2 的靶向治疗。可是有些病人呢，就做先新辅助的治疗，在手术之前做化疗。为什么呢？可以帮那个瘤变小，可以让开刀也作为比较轻易的手术。那过后就给荷尔蒙治疗， HER2 的病人也是同样需要抗 HER2 的靶向治疗。那新辅助治疗呢，其实通常是比较大的肿瘤或者有阳性的淋巴结，就我们会考虑给。那特定的乳腺癌，好像三阴乳癌还有 HER2 阳性的乳癌，通常我们也会考虑给新辅助的治疗。新辅助的治疗也有另外一个优点，有时候呢可以把里面的癌细胞完全在手术中的检查的时候完全消失，这也叫做病理完全原解 PCR， 可以预测以后患癌就是复发的几率降为比较低。那我们很高兴的是，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乳癌，其实如果在早期发现的话，并非所有的乳癌患者都需要接受化疗，因为我们现在有精准的测试，也叫做 Oncotype DX。 那这些病人呢，开始开刀后呢，我们可以让那个瘤的组织送去做基因的化验，然后有一个发率的评分，从0到100，然后我们可以考虑它复发的几率是高或低。所以这个 Oncotype DX 现在，如果我们有一个绝经的妇女的话，瘤少过5公分，淋巴结可能0到3个受到影响的话，如果我们看那个 Oncotype DX 的那个评分是0到25的话，他们不需要化疗，只需要做内分泌的治疗。如果他们的评分是26以上的话，那可能我们会考虑给化疗，增加他那个成功治愈的可能性。可是如果是未绝经的就是年轻妇女的话，她们如果瘤是少过5公分，没有受淋巴受到影响，我们也可以用 Oncotype DX 来去帮忙让她们更有精准的受到治疗。所以如果那个评分是15以下，只需要荷尔蒙治疗，评分26以上就需要化疗。如果在16到25中间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加化疗或加注射性的荷尔蒙治疗。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这些精准的的预测并非是传说。我们这位 Madam A 女士是一位60岁的女士，她有第2期的左边的乳房做了局部的切割，她接受了手术后呢，发现淋巴也没有受到影响，那肿瘤只是 3.2 公分。那我们就做了 Oncotype DX， 发现它的那个评分是18，这算是低风险性的。加入化疗的话，其实优势只是少过1%。可是如果给荷尔蒙治疗，它10年内复发的几率其实是少于5%。所以其实这位 A 女士呢，只需要接受电疗还有内分泌治疗就可以痊愈了。那即使需要做化疗的话，也不是世界末日，因为我们给化疗的原因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疗效。所以我们其实研究这些病人已经超过了50年，我们也发现加入化疗的话可以减轻癌症复发的风险，减少37%，也可以减轻死于乳癌的风险，降轻21%。所以对年轻妇女的疗效是非常大的，我们至今也已取到了更大的进展。
那三阴乳癌传统来说是比较凶猛的乳癌，可是如今我们也可以加入免疫治疗法，有助提升它的疗效。所以现在除了加化疗，我们也加一年的免疫治疗，这样的话可以降轻那个乳癌的复发率。在开刀的时候发现乳癌细胞完全不见的次数可以从 51% 增加到 65%。复诊时没有发现乳癌复发或死亡的可能性也增高到 84.5%。那三阴乳癌如果先做新辅助化疗可是效果不佳，还有那些癌细胞存在的话，我们也可以给6个月的 capecitabine 药物来作为治疗。这些治疗呢其实可以增加那个 癌症的那个治疗，降轻复发的风险，也降轻死亡的风险。HER2 阳性的乳癌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大的跃进，自从我们发现有抗 HER2 的靶向治疗，HER2 乳癌的治疗变得非常的容易。可是现在我们有双向 HER2 的靶向治疗，更加优势可以使用这些策略的话，可以抗 HER2 的组织更加有效，可以更大的比例的患者在手术中没有残余的癌细胞。随着化疗的不断改进呢，这个成功率也高达60%到70%。那如果做了新辅助治疗的那些 HER2 阳性的乳癌呢，还有残余的细胞，我们也有新的药物，像 TDM1， 我们可以用来去降轻乳癌复发的风险，也可以降轻它扩散到其他器官的风险。那我们再把我们的目标转到晚期的乳癌。那晚期的乳癌如果发现到怎么办呢？其实这也不是终点呢，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治疗的选择。那眼前的治疗目标呢已不再是治愈，可是我们要学习如何与乳癌共存，那将需要的定期检查，然后当目前的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也可以需要改变治疗的方法。那生活素质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的方案呢其实也是跟乳癌的特种而定的。如果是荷尔蒙阳性的乳癌也是用内分泌治疗，HER2 阳性的乳癌也是用抗 HER2 的靶向治疗，三阴乳癌也是用进行化疗。不过我们通常在晚期的乳癌是不会进行开刀手术。那荷尔蒙阳性和 HER2 阴性的乳癌其实也可以用内分泌治疗加强，用其他的靶向治疗让效果更加好，不用化疗。所以你可以看我们有 CDK4/6 的抑制剂，这些可以降低乳癌的复发的风险。我们也有 PIK3CA 的抑制剂，也可以增加成功解决乳癌的成功率。那三阴乳癌像我说如果是晚期的话，其实他们的复发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可是现在我们也可以采用那个靶向治疗，不再是用单靠化疗的那个政策。所以这个化疗我们可以加免疫治疗，我们也可以加新的这些治疗，好像 Sacituzumab Govitecan， 这是非常先进的那个靶向治疗。所以我们的临床实验其实每天都有新的治疗给我们的病人，给他们更加多的希望。那 HER2 阳性的乳癌呢，目前也有非常多的选择性。以前呢就有HER2 的靶向治疗加化疗，可是现在呢除了这些，我们也有新的药，像 Trastuzumab Deruxtecan、 Tucatinib， 还有其他的新的治疗。所以我们的病人呢其实可以也很方便，不用用静脉而输入的那些治疗，可以用皮肤而注射的药给他们更多性的方便。那临床实验还在进行，治疗有望可以取得更大的跃进。我们也有少数的病人有那个 BRCA1/2 的突变，那这些基因的突变让他们产生的乳癌，那我们以前都要用普通的方法去治这些病人，可是现在也有靶向治疗，我们可以用 PARP 抑制剂，已经在临床实验中呢与传统的化疗进行了对比。那 PARP 抑制剂呢可以加强它复发的几率，那也可以增加我们缩小那个瘤的几率，从 23% 到 52%。 所以已经现在的阶段我们已经进入那个定制个人化的治疗方案了。那其实战胜乳癌不仅能只靠那个治疗，我们其实要与癌共存，
也需要充实的过好每一天。那我们抗癌的旅程呢，其实要应对治疗后的副作用，我们要保持身心的健康，我们要知道如何维持性行为还有亲密的关系，因为这个对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不可忽视。癌症的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我们需要恢复正常的生活，赋予自己还有其他癌症幸存者自我照顾的能力。所以我们全国保健促进局呢，也有很多早期癌症的筛查，不单是乳癌，也包括大肠癌还有子宫颈癌，所以这是我们全部都应该去着重的。这些定期体检呢，应您医生的这个计划，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会去考虑。那我们全国国大的那个癌症中心也有一个抗癌之旅，这包括呢讲座啊、正念的课程、音乐的兴趣小组、艺术还有手工艺的小组，有也有瑜伽还有康复的计划，我们也有互助小组帮助我们的幸存者，我们也有癌症的病友啊还有照顾者的培训，所以没有人是单独一个人的。所以要点我的就来个总结吧。那乳癌是新加坡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所有妇女都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开始接受乳癌的筛查。那患癌高的风险的女性呢，可能需要更早进行筛查，基因测试也可以帮助确定是否患有遗传性的乳癌。那即使被诊断出有乳癌的话，我们也可以根据个别患者的病情定制个人化的治疗方案。那从治疗早期乳癌到晚期乳癌，不同阶段的治疗方法都已取到了重大的进展。那新的治疗药物和策略对病情有更良好的了解，那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方式对付副作用，所以病患也不用太担心。所以在对抗癌症之际，我们也应该尽可能保持身心的愉快。所以今年的全国医师日，我要呼吁大家的女性还有他们的家人做乳癌的筛查，也照顾自己的健康。我们国大的那个癌症中心呢，也有做了很多的计划，也有辅助的津贴，让我们的那些观众可以去做那个乳癌的筛查。希望你们也可以参加我们医师月的活动，包括这些就是运动的讲座啊，还有我们为我们的病人做的慈善的筹款。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欧医生哦，谢谢您，谢谢。的确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辅助，还有就是有时候筛查就是一个防范啊。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要接下来这是下一位的演讲者啊，我这边稿子忽然间从线上不见了。好了，来，我们下一位的演讲者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陈笃生医院乳腺外科及普通外科部门高级顾问医生我们的陈家纯医生他将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乳癌的新发展、手术治疗的选择和重建手术的担忧有请我们的陈医生请。下午来听这个讲座，我在开始之前我们放松一下吧，看一下一点韩剧吧。我看这个韩剧里面的男主角，你们他经历过的，你们大家也可能每次有经历过，看一下他经历过什么事情。大家经历过这种筛查的情况，也跟他一样，也是非常震惊的吧。我的病人每次也跟我讲，做 X 光的体验就是这样。아닙니다유방암이에요처음있는일아닙니다이제껏우리나라에100여명남자유방암환자가있었습니다
따뜻한위로네요100명이나있었다환자분어디가십니까其实不只是男性，女性通常也会有这种反应。不可能是我吧？저한테왜그러세요선하루라도빨리수술받으시는게좋습니다일기예요물론열어봐야정확하게알겠지만일기니까환자분은나쁘지않은겁니다유방암이라서요남자도유방있으니까유방암당연히걸릴수있습니다남자유방암이라고돌연변이거나완치가힘들거나그런거아니에요여자유방암하고똑같아요예후부터검사수술치료처방에이르기까지여자랑똑같이하시면됩니다더어려울거없어요这个短片里面就是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第二个是乳腺癌如果是早期的啊，治疗方案其实是非常容易，所以好像两个前例，两个讲员讲的，请大家要尽早去做筛查。我今天的内容会分为手术和治疗的进展啊，我们先谈一下手术吧。好像刚才欧医生已经跟我们解释过，乳腺癌是有早期和晚期的。早期的啊、治疗方案通常是手术以为手术为主，然后过后做辅助治疗。而晚期的乳腺癌，我们通常会做术前的化疗和过后才做手术。手术乳房手术大概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全乳切除，一个是包乳的手术。啊、进一步我会啊、再多讲一下。然后在手术时间我们也会需要谈到腋窝下的淋巴的手术方案，大致上会分为前消淋巴手术还有淋巴清除手术、啊、这个就是通常手乳房手术会分成 三种不同大类型，一个是包乳手术，好像刚才我们讲过包乳手术也应该需要加上电疗啊、就是、放射电疗，因为在我们做乳房的、检验时候有些说微小的癌症是察觉不到，所以如果我们的乳房如果还遗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就需要用电疗把它治愈、乳房全乳切除手术就是好像我们右边的那个照片一样啊、胸腔上就平平，可是在、穿内衣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个液体在里面，从外面就察觉不到病人是有过全乳切除术。然后第三个是全乳切除术加上 同步重建手术，还是、晚期的、再造手术。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让病人去做筛查，因为如果我们等到乳房癌很大的话，我们可以做的手术方法就非常少，唯一可以做的是全乳切除，然后加上可能需要做其他的手术方法来补上那个、皮肤皮斑、所以这个病人当然我们都看得出没有办法做包乳手术、如果我们做筛查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我们摸不到那个、瘤的时候已经察觉到是有癌症，所以我们需要在 这些病人时做很标准的包乳手术，如果少过两个 cm 的话我们就察觉不到那个乳腺癌了。所以如果当我们做手术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怎么做吗？我们会放一个细的铁丝 从乳房外面穿进去，指引我们那个瘤到底在哪里，过后才去手术病房把那个瘤切除掉，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准确的可以把那个、癌症去除掉，然后在旁边也会割到 干净啊、现在比较先进的方法，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在瘤里面插入一个小的、仪器，那个仪器可以使到我们从外面也可以察觉出那个瘤在哪里，所以有很多新的、手术方法 在研究当中。大致上现在我们做包乳手术的时候都是、用于这些整形包乳手术方法，
所以不用大家不用担心，你把瘤切除过后会有个缺口在你的乳房里面，因为我们会用旁边的乳房肉挪上去，把那个瘤切除过后的那个洞口里面补上去，所以从外面我们只看到一条小伤口，而没有看到乳房的变化，外诊的变化。如果我们需要把更多的乳房肉拿掉，我们就需要利用这种缩乳手术的方法，这是从整形医生的做法来用于在癌症手术切除手术所以这种方法可以使到我们切除更多的乳房肉，我们把旁边的剩余的乳房肉补贴上去，把癌症切除的洞口补回去。有些时候因为这个会使到那个乳房比较小，我们同步可能需要把侧边的乳房也把它缩下去，以形成两边都是平等的。第二个我们在需要谈到就是前鞘淋巴手术，前鞘淋巴手术活检。前鞘淋巴手术到底是什么？它是癌症细胞从跑在淋巴线里面转移的第一个淋巴。我们是利用这个想法才察觉到其实癌症有没有转移到淋巴线。手术方法是用2ml 的专利蓝注射进乳房里面，有些时候也可以用放射性的药物注射里面。从身体以外，我们可以用机器可以察觉哪粒淋巴，就是那个前鞘淋巴，也可以看到那蓝色的淋巴。蓝色淋巴拿去活检过后，如果确实有癌症，有些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淋巴全部清除掉。有几个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所以刚才我们讲过，其实癌症的研究已经过了50多年，从50多年以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手术方法是越来越缩了。从全乳切除术，现在我们做很多的保乳手术我们也从淋巴清除手术到前鞘淋巴清除手术和过后如果有癌症，我们就把淋巴全部清除掉。到现在可能以后就不需要把淋巴清除掉，而可以避免我们的乳房癌病人手部肿胀的肿胀的问题。所以在这些研究以来，手术方案就越来越小了。我们不可以缺少讲过的就是乳房重建手术，大致上会分为两个大的情况，一个是皮瓣乳房重建皮瓣乳房重建有三个大的种类，一个是深下腹动脉穿通植皮瓣，普通的是 tramflap reconstruction， 这个植皮瓣是从我们肚子里面的肌肉和肥肉把它切除掉，然后从皮肤下面把它穿上去，在你的胸腔上面把乳房肉切除过后剩余的那个洞口，然后把用那个肥肉和肌肉把它形成一个新的乳房我们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会把乳房肉从胸部切除，可是会剩余外层的皮肤，给我们更自然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人已经开过手术，他是从腹部的地方把肥肉还有肌肉切除，然后从下面挪上去再造了他的乳房这时候肚皮也需要移植很多病人也喜欢做这个手术，因为如果我们下面有许多赘肉，我们可以把赘肉也取出了第二个手术方法是游离皮瓣，这个大致上跟前一个手术方法是一样的，
可是这种手术方法我们不需要把肌肉取出，因为没有把肌肉取出，它的腹部上气的几率就比较少。可是这第二个手术是需要把这边的动脉取切掉，然后把动脉连接从胸腔里面的动脉连接。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以手术过后有稍微多一点的危险性。第三个常用的手术方法就是背后的肌肉，就是背阔肌肌皮瘢。这个背阔肌肌皮瘢是从我们背部的肌肉也是挪进我们开刀过后那个洞口，可是因为背部的肌肉没有腹部的肌肉多，所以可能需要加上植物体的帮助来形成那个乳房的那个现象，那个形成那个乳房。所以植入体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手术方法。植入体大致上会分成三个大的种类，一个是盐水的一个是硅胶的，一个是组织扩张器。通常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硅胶的那个植入体乳房扩张这个组织扩张剂通常是用于如果以后病人要做重建手术他们可以暂时放那个扩张剂，这样我们可以保留病人本身的皮肤，然后过后可能是治疗过后他们才考虑做他的重建手术。也有病人就把那个扩张器也留在乳房里面。这个照片是看了右边的病人乳房切除过后放了一个植入体，所以看起来情况也非常他的手术过后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刚才我们讲到了 Angelina Jolie， 没有一个乳房癌的讲座没有谈到 Angelina Jolie 的。她是因为她母亲得了卵巢癌过后，因为她担心她本身是可能是有基因的问题，所以去做了基因检验，然后发现她其实是有 BRCA gene 的现象，所以做了降低乳腺癌风险的手术。通常如果病人选择做双侧切除手术的话，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做重建，因为如果把双侧切除掉，很多女性都不可以接受这个可能性，所以他们也可能同步还是非同步做卵巢切除手术。如果女性有乳腺癌的话，这个卵巢切除手术也有利可以降低这个乳腺癌的复发率，因为它会减少他们的女性荷尔蒙。我就略过 谈一下放射电疗，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一个放射电疗师在讲座里面。放射电疗是每三个星期以这个仪器把放射置于剩余的乳房肉，是配合保乳手术一起做的通常是15天，就是每三个拜一到拜五三个星期都需要回来医院做这个治疗治疗的后遗症可能是稍微皮肤烧伤的现象，可是过了治疗一段时间他的皮肤就会回去正常。心脏和肺部可能有少许的影响到，可是大致上是非常安全的治疗方法。所以病人通常会问我陈医生你帮我做决定吧，可是我通常会跟病人讲我不可以帮你做决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是完全还有年纪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做的选择是根据我们现况的生活方式而做的选择。可是有几个可能考虑里面的因素是你对你本身的外观有怎么样的看法，因为有些人是接受不了全乳切除术，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可以做保乳手术有些人是担心癌症复发的风险，如果真的担心癌症并发的风险，当然如果你一边切除掉
啊，另外一边虽然还有风险，可是一边就比较少的风险。然后放射的期间和副作用，有些人是接受不了，有些人是要一次过把治疗全部做好，那些病人就没有办法做保乳手术。然后手术过后的恢复，因为如果做重建手术会有两个部分已经开过刀，所以康复的期间当然会比较长，比较困难。所以现在我进入我第二部分的讲座，是讲述这四个要点的进展。我们知道今年 Estee Lauder 他们这个粉红世代的运动已经是第30年了，所以在这30年以来是已经有很多新的改变。我们就看一下近期有什么新的改变。我们刚才讲了诊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 X 光还是超声波做诊断，可是核磁共振的成像乳房扫描，其实我们在治愈癌症病人已经很常用的，可是在诊断的这方面我们还未可以让很多病人可以用来做诊断。唯一是那些好像比较年轻的病人，还是有风险非常高的病人，我们是用这个 MRI 做我们的诊断。可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 MRI 如果可以用来做诊断是非常好？第一个是它没有辐射，第二个是如果你看下面的照片的话，其实它也是不需要有压住那个乳房的那个问题，就是每个人就最担心的那个痛楚啊。第三个是因为它可以非常详细的检查出乳房的那个微小的那个癌症，可能会察觉更小的癌症。第二个新的方法就是电脑辅助诊断，你看右边的照片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乳腺 X 光，而下面就是电脑辅助诊断，它把那些异常的地方已经察觉出来，可以帮乳房 X 光的医生可以比较容易的诊断出有异常还是有没有异常。因为越来越多人如果要做筛查，我们就需要有方法可以减少 X 光师读这些影片的时间，才可以看更多的病人。第三个我要讲述的是刚刚上个月我们在新闻可能读到的血液测试。这个血液测试在莱佛士医院引进，这个是一个首尔大学研究发现，是一个血液的诊断。这个血液里面有三个我们叫 biomarkers， 把血液诊断过后，它会给我们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帮助辅助我们的立场的乳房X 光和乳房超声波。如果乳房 X 光和超声波有异常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它的癌症的危险性有多高？就可以用这个血液报告辅助我们说需不需要做体检需不需要做穿刺的检验这个是非常新的一个方法，可是研究还未定非常准确的研究出来。手术刚才已经略过讲过我们保乳手术的新的方式，可是近期也是有些人做这种机器人的手术和腹腔镜手术这个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把那个刀口，好像以前刀口就在胸腔上面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可以把刀口遗留在旁边的话，就可能对病人会有更好的效果。刚才欧医生也讲过很多很多这些辅助的治疗，以前是只有传统的化疗，可是现在有很多先进的治疗方式我只是要提一下，像明年就也会有新的那个健保上面的变化，所以每个人都要期待着以后明年会有什么变化。
需要讲一下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做了手术过后，手术过后的锻炼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手术就是做在胸腔上面的，所以我们的腹部肌肉和腹部的手部的运动会稍微受影响，如果我们不勤练的做这些锻炼那些痛楚和僵硬可能使到我们的手部衰弱也影响手部和肢背的活动，如果我们穿衣服洗澡梳头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我们鼓励那些如果有乳房手术过后的话需要尽量做这个锻炼的运动，如果你本身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去寻找我们知道新加坡抗癌基金会也在玉郎那边有开了一个锻炼的诊所，你们可以去那边，他们也是有那边那些锻炼的运动可以教你们怎么做。我们知道康复过后不只是这些康复的运动，心灵上的辅助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综合乳房中心里面的那个职员和护士都会帮助我们的病人经过他们的治疗过程病人跟病人辅助的当然也是非常重要，这个照片是前几天我们的乳房癌支持小组来到医院拍的照片，所以他们也是每次会鼓励自己，就是互相鼓励，可以帮他们过了他们的治疗期间因为我们知道在治疗期间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在这个十月份也做了这个新的squat to support challenge， 就是代表我们的病患走过这个治疗的时间也需要朋友和家属的支持，这个就是徐宝坤医生那篇帮助我们一起起立这个运动的。所以我们知道每个病患走的路不一样，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得了癌症就没有什么问题，有些人好像照片右边的照片 Oliver Newton John 是30多年他与乳房癌抗了乳房癌，最后这上个月他已经过世可是他活了30多年非常积极的活着我们知道每个病患走的路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会支持你们走过这个路郑笃珍医院的医生也祝大家活得健康和积极，谢谢。谢谢我们的陈医生谢谢非常感谢很多不同的治疗总的来说呢就是预防比治疗好，就是说如果能做筛查能做乳房切片的话那个扫描了之后呢这个就是能预防的话就不用罹患或者是能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尽早痊愈，而且初期的话呢那个存活率还有那个品质生活的品质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位嘉宾这个是我们的洪佩玲女士她是一位乳癌幸存者，她也是乳癌基金会的会员佩玲好。你好大家下午好，我是洪佩玲。请问你战胜乳癌有几年了？我是在2012年那年就是发现得了乳癌，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在我冲凉洗澡的时候无意中摸到了一个硬块大约2公分，然后就是隔天去找我的医生告诉他，然后就是他就帮我预约了去做那个乳房 X 光检查，然后就是做那个 MRI 超声波那个检查，接着就发现那个硬块的那个形状是有一点跟普通的不一样，
就建议我去做一个 CT scan， 还有一个那个肿瘤活检，之后就确定了，这是我得到的是第一期 stage one 的那个乳癌，这样子，就接下来就是去开刀动手术，把乳房切割，然后也在同样那一天做了乳房重建手术，大约耗了大概七个小时才完成，这样子。第一开始就是发现硬块的时候呢，我想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因为这是十年前哦，十年前我们的佩玲很年轻哦，对，我那时候才40岁，然后我有两个小孩，对，那时候很年轻，对。那我想请问的就是，像普通人他摸到硬块，我想问的就是，你平常都会在每个月自己检查你的乳房吗？所以才发现会有硬块吗？其实那个真的是很无意间发现的，我还那时候还没开始做我的那个 regular mammogram， 还没开始做那个 X 光乳癌 X 光检查，就是很 无意间的这样子，很庆幸的被我摸到了。你那时候当第一个就是你的第一个反应哦，就是医生跟你讲说，这个是第一期啊。那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刚刚你说的小孩子可能十年前还蛮小的，第一个我们讲的英文讲的那个重现的那个 flashback， 那个是什么样的感觉？天哪，没有，我的小孩还很小，那时候我的女儿才刚刚开始一年级，然后我儿子是6年级，就是那个 PSLE 考试，刚好也是在9月份，我在开刀的同时他在 take 他的 PSLE exam， 那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是我？因为我家人没有人有得了乳癌，也没有这个乳癌那个基因，对，没有病例，那就是会觉得很讶异，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们通常都有一个过程呢，就是说为什么是我？然后是我了之后怎么办？有些人就是说到处去找不同的医生，有些人就是说好，我就听我的医生有什么样的那个怎么样治疗的一个流程等等。那你那时候是知道了之后为什么是我了之后呢，后面是怎么样？我知道了之后我真的很我不相信为什么是我，然后我就第一个观念就是我还能活多几年，是不是快要死掉了？这些好多好多问题都在我脑海里，然后医生所说的话我一点都听不进去。对，那就是还好我先生在我身旁，他就问了一大堆问题，我也不懂他问了什么，我就是在那边发呆，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接下来医生就给我一些选择啦，就是要不要把乳房切割啦，还是要把肿瘤拿掉啦，还是这些，就是我们在做更详细的检查之后才做了这个决定，把那个乳房给切除掉，然后做一个乳房重建手术。你在这个治疗你现在已经是十年了那你是属于痊愈的 对不对？是的，那应该算是吧。对，那个就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多长的时间你在做这个治疗，最大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对，我花了四个疗程做那个化疗，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那个头发都慢慢的脱落，就真的很伤心。然后之后就是决定把头发给剃光，然后面对孩子也有那个压力，会怕吓到他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告诉他妈妈怎么了，然后。我相信我的小女儿应该还是不是很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病情的多轻重，我相信我小女儿那时还是不明白的。然后精神上支柱，我要感谢我的先生家人爸爸妈妈还有我的朋友都给我精神上的支持，然后帮忙家里的家务煮饭带孩子啦，这些，对。
那个是一个、嗯、一个一段时间哦，可是治愈之后呢，就是属于我们讲说是一个重生哦。那、嗯、你现在我们讲说现在有一个已经治愈了，然后你是属于这么幸运这么快的找到，然后治愈了之后呢，你觉得在乳癌这方面呢，你会提倡什么样的一些相关活动呢？最近就是在上个星期，我就是在那个冠状疫情 lockdown 的时候，我就开始骑脚踏车，就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就决定就是在上个星期我就有一个这个活动，就发了很多。哎呦，这里有一个图片，不晓得你们看得到吗？这是一个粉红丝带贴纸，对，然后我就发了这个贴纸给所有骑脚车骑士，给他们贴在他们的安全头盔上，对，然后然后又附上一个小卡片，卡片后面呢就是意识到做 self breast examination 自我检查，早期发现的话就是 survivor 的几率就会比较高，然后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谢谢谢谢你。那个我想问的就是很多女士都很害怕哦，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韩剧那个影片，就是很多人说我乳房好小，然后做那个好疼，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等等等啊。然后你对那些害怕做乳房 X 光检查的女性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呢？我是这样子觉得啦，因为我自己是没有病例，家里没有病史，没有病例，可是我也得了乳癌，这是我无法控制到的。乳癌要找上我也没办法，可是我要向所有的女士说，你可以做到的是自己去做定期乳癌检查，做你的 mammogram， 做你的这个 self breast examination， 自己可以控制的话，这个 is in our hands， you know， 在我们的手上哈，就是对对对对，因为尽早发现尽早治疗的话，其实像刚刚我们的陈医生说的，你其实尽早治疗的话，其实治疗的方式很多选择性，当等得很默契的时候，其实选择性并不多，而且比较晚期的话，可能治疗也比较辛苦，对不对？是的是的，比较晚期的话，你的那个疗程那个 chemotherapy 会更长，会更加辛苦，对。好的好的，那头发重新再长出来的时候呢，会比上次的漂亮吗？很像 baby， 卷卷的，然后又很幼很幼，又很贴。可是之后你一剪掉的话，它重长就会变成跟以前一样。那时候是像很多人就害怕说我会不会掉头发等等等啊。我想说有时候生命里面有那么多在乎你，你在乎的人，在乎你的人啊。那个头发也就是现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假发也好，其他的治疗也好，都能再生出来的话呢，那生命会比那个头发更重要，对吗？是的是的，头发还是会长起来的。医疗过程是暂时性的，对，还是会好起来，要告诉自己我会好起来的。而且你说我会觉得恢复之后生活会更加精彩，因为你会更加生命，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你身旁的朋友家人，然后运动量也更加增加了。对，你当你就是说好了之后呢，你第一件做的比较破格的事情呢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觉得我现在会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家人，不会take them for granted。 对对对，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家人都每次都会在那边，然后你去做自己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对家人也不能说就认为他们永远都会在那里，然后我们把他们放在后面，然后先
就是先呀，对，这个我理解。嗯。谢谢啊，因为10月份是那个癌症意识月，那有很多，尤其是你如果到新加坡防癌协会的网站去，你会发现他们有那个25块的乳房 X 光检查的援助金的信息，所以希望大家能在那边做检查，就是得到信息的时候去做那个检查。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佩玲女士啊，你的故事谢。启发很多人尽早发现怎么样去做定期治疗，也不要害怕，你那个是自己检验了之后才发现的啊。我们现在进入了问答时间，我们现在把其他的嘉宾都请回来啊。我们线上有几个问题，打个比方说，就是乳房疼痛就是乳癌的征兆吗？乳房为什么会有颗粒？这些颗粒都是钙化的组织，这些会变成癌细胞吗？这样的跟普通的肿瘤，这些钙瘤跟普通的那个肿块有什么不一样的分别？有什么样的分别？这些钙片也是平常我们讲的乳房结节吗？就是说那些一粒粒的那个都是一样的东西吗？恶化的几率有多高？OK，这一方面，那就今天就让我回答这样子，因为毕竟今天我讨论的那个内容，可能就是这方面的东西。这样，那其实硬块呢，不一定，就是其实疼痛方面呢，我之前就是好像讲了蛮多的，就是说大部分的癌症呢，不会以疼痛的方法来表现，可是不会痛，或者是会痛，不一定不是癌症。OK，所以有一些状况，有些疼痛的时候，某一些疼痛，像我之前有提过的，就是可能疼痛一直都持续，或者说影响到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生活，这个时候就会建议您到一个专科的门诊去看一下，然后让医生做一些检查。医生做检查呢，会包括超音波，做一个 X 光，就是摄影，然后可能还需要做一个那个。穿刺切片检查这样，那不是每一个颗粒、每一个结节都会被做这些所有的检查这样。在我们影像方面呢，除了超音波，再加上我们的乳房摄影，其实就可以得到很多资讯，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个结节其实比较属于是比较偏向良性的，或者是说比较偏向恶性的。如果觉得比较偏向良性，可能我们会选择一个做追踪的动作，可能用 mammogram 也好，就是乳房摄影也好，做超声波也好，做一个追踪的动作，就每6个月或者是每一年做一个检查追踪。那随着时间，完全都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就会比较觉得说，哎，可能这结节其实真的是时间已经证明说它其实是良性的，因为恶性的东西随着时间一定会增长这样。所以结节呢不一定是癌症，很多良性的乳房的疾病也都可能以结节或是一个硬块的象征来表现，像比如说一个囊肿，或是说良性的纤维瘤。特别在那个年轻的女孩子都会有的一个结节的表现，这种东西呢很常见。然后我们在门诊里大部分看的都是这些，不是，所以其实不是结节都是癌症。那不过如果当你做自检的时候检查到结节，那一定不是正常的。就每不是结。不是每个结节都是癌症，可是检查到结节，那您就真的我们会建议说，鼓励您到我们的门诊来看一下，做一些检查。那做完检查之后，您的诊断也不一定是癌症这样子，那可能也会给你一个更好的定心丸，晚上可以睡得更好这样。那如果说是，常常说哦，50岁以后的女性呢，是每2年做一次，可是呢，50岁以上的女性呢，罹患癌的机会又比较高，那为对什么对因为比较高，还是2年做一次呢？对，对对啊，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来回答一下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常见，然后我觉得是很好的问题。那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怎么会是这么一回事？这样，后来发现说，其实这跟我们的乳房的那个
X 光它的侦测的那个侦测率有相关，这样我们年轻的乳房呢比较结实一些，因为那乳腺体比较多。那年纪大了之后呢，乳腺体会稍微有一些退化的现象，然后改为我们的脂肪组织这样子。然后 X 光呢，它在照 X 光的时候，其实如果是脂肪组织的时候，它就会看得比较更清楚一点。所以您随着您的年纪增长呢，您的乳房就会变比较没有那么结实，然后做 X 光的时候呢，它那个侦测率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做每两年做一次其实就足够了。那为什么40岁到49岁明明就罹癌的几率可能稍微比较低，或罹癌的病患比较少，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做的这么紧密？那是因为我们每一次照的 X 光它的价值就会有稍微的差别。它因为它侦测到癌症的几率的能力啦，不是几率，它能力没有那么好，因为乳房比较结实，然后照 X 光的时候很多是很白的一个表现这样。所以也因此我们才会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做 X 光会比较少一点这样。啊，好的，这个了解，这个我也是常常在问这个问题啊、哦。另外一点就是比方说有关那个BRCA2。有一位听众就是说他是38岁的时候验证了他有 BRCA2， 那他的女儿应该几岁开始做基因检查呢？他说他女儿现在目前只有5岁。不好意思哈，慧敏，因为那个陈医师可能想要做一些补充讲义、可能我可以补充一下啊，刚才 X 光的问题有两点我们可能没有略过的啊，一个是钙化点，为什么我们需要做 X 光的检验啊，我看这个我们需要清楚一下，因为好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X 光是其实是最吓人的那个筛查的方式，因为钙化点是要让我们可以察觉到初期的癌症，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 DCIS， 这是初期癌症，如果可以察觉到，就很可能是不需要化疗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 X 光，然后为什么会有钙化点的这种现象啊？第二个事情再补充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讲过的你的年纪越上，你的乳房肉就没有这么结实后，第二个也是回去以前做了那个检验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 Breast Screen Singapore 的这个检验，是因为以前有做过检验，40到50岁那个癌症增长率会比较快，所以一年之内我们会看到那些瘤会有变化，所以我们才建议40到50岁是每年做那个体检，而50岁以上是每2年做体检。其实很多国家都是50岁以上才开始做体检，可是因为新加坡我们在我们的女性当中做了这个检查，发现其实40岁以上开始做体检也是对我们的病患有帮助的，所以只是要补充上一点。谢谢。好，那个刚刚除了 BRCA 以外呢，哪一位医生会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我就回答这个问题吧。所以其实我很庆幸这位女士38岁患癌后就勇于做那个基因的检测，因为真的我们平均患乳癌 的岁数应该是60到70之间，所以其实年轻的妇女如果患有乳癌其实应该做基因的检测。那如果有 BRCA2 的那个基因的缺陷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说的是她女儿患有同样 BRCA2 缺陷的可能性高达 58%。 我们必须劝请她的女儿在21岁之后呢，可能去看一个癌症基因的专家来做那个 BRCA2 的确诊。如果他有同样 BRCA2 的那个基因的缺陷的话，那他应该是25岁的时候开始做我们的乳癌的筛查，那可能每6个月就要看医生做那个体检，然后也可能要每年做那个 MRI 乳房的筛查。可是如果他的女儿没有就是在
做那个基因的检测的时候发现没有 BRCA2 的那个基因的缺陷的话，其实他就不用这样早做筛查，他患乳癌的几率其实跟平凡百姓是一模一样的，是平均 的那个风险，所以可以在40到49岁的时候可能每年做一次，50岁之后就两年做一次的筛查。所以我劝请这位女士可能考虑劝跟不只是她的女儿，可能她家族的女性还有男性也需要做这个基因的检测。好的，谢谢谢谢。我想请问一下医生，就是现在会不会有一个趋势，就是更多年轻的女士们得到乳癌呢？就是越来越年轻的女士们得到乳癌。像刚刚我们的佩玲是在40岁的时候啊，那我们原本是认为会比较年纪比较大，现在会不会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年轻的患者？乳房癌的知识会更多，所以年轻的女性她们也会尽早来做体检，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女性好像30多岁她们也会做那些超声波的体检，因为如果你买保险的话，有些时候保险也会帮你做那个超声波的体检，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曲线，所以比较年轻的人也会得。可是在医学上面也没有说真的是更多年轻的女性的癌症。筛查比较频繁比较密集，而且因为不同的原因，所以可以就是诊断，其实诊断者里面有年轻化的话呢，并不是因为是年轻的趋势，而是因为更多人来做检查的关系吗？对，其实我是觉得大部分的患乳癌的病人其实还是中年或比较年老的妇女。可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会强调有年轻化的趋势，是因为可能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患有乳癌的病人可能就会比较压抑，可能就会比较注重，可是事实上我们患乳癌的病例其实没有年轻化，还是在那60到70岁中间，所以如果可以在更早之前做筛查的话，可能就会可以早点诊断，然后治疗也可以更加的简单。好的，谢谢。超音波乳房检查跟乳房 X 光检查有什么不同？最后这个问题了啊。那这方面还是由我来回答一下好了，然后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再由陈医师来做个补充这样子。那就是说通常呢，如果有症状的女性，然后如果非常的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用超声波超音波这样，然后不用 X 光。那就像之前我说的一样，那个 X 光呢，它其实穿刺过我们的乳腺体的那个能力比较差一点，所以那个 X 光它侦测到那个癌症的几率会比较低。所以在年轻的女孩子比较紧密结实的乳房呢，然后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个超声波来做检查，这样。然后超声波或超音波哈，它自己本身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假设您是有症状的，然后您做一个X 光，它有可能或有可能看得到那个结节，也有可能看不到。然后 X 光看到的除了结节以外，还加上钙化，这样，就像刚刚陈医师说的一样。然后我们目前。不过超声波呢，它可以在假设您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做一个超声波，它除了可以看到有一个大致上的有一个结节以外，它可以增加一些资讯，像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是不是它边缘比较不规律，然后再加上血管那个血管有没有增生的现象，或是有没有特别的硬这样，甚至现在就科技发达到说，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它弹性好不好，如果弹性比较差，属于比较硬一点的东西，可能它会感觉说它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另外呢，它如果假设只是水流，就是水囊肿这样子，然后里面它那个脂它里面的内脂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大部分呢，在临床上超声波的使用是在有症状的病患的情况下使用的比较多，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那个资讯，这样我们对这个结节或是症状的认识会比较多一点。可是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做乳房筛检的时候唯一用的就是 X 光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要记得，我们做筛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知道那个癌症我们想要做在那个非常早期的
情况下抓到这个癌症这样子。所以早期的乳房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原位癌。那原位癌最大部分的表现呢，其实不是结节，而是在 X 光上的钙化、钙质的沉淀这样。所以它当然这另外，我就我还想要澄清的一点，就是说可能我们讲到钙化讲太多，有些病患他看到那个他的 X 光报告，看到一些钙化，他们就开始跳，开始紧张这样。需要大家知道说，不是每个钙化都需要担心的，是某一些分布某一些形状的钙化会让我们特别的担心这样。所以其实 X 光看的东西跟超声波看的东西非常不一样，不过超声波并不适合拿来使用做一个筛检的工具，因为毕竟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早期的癌症，因为我们想要抓的那个病患群其实就是有早期的病患，早期的癌症可是没有症状，然后就这群病患我们想要靠这个筛检的过程来提高侦测率这样子。好的，谢谢我们的陈医生哦。就像刚刚说的，乳癌是新加坡女性第一号杀手。那我们觉得就是说就是知道所有的资讯了之后呢，第一点就是先做自我的检查，然后呢如果年纪到了大概40岁以上呢，就可以每年做那个乳房 X 光，然后50岁以上呢，就是每两年做一次乳房 X 光，这个其实就已经做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了。然后当然如果发现有什么样的硬块或者组织不一样的话呢，再去看医生，不要害怕，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很多的资讯，有时候像刚刚陈医师讲的，知道了之后就可以睡得安稳，那也不是一个，不妨是一个好事情啊。好的，那我们要谢谢大家，10月份再次跟大家说是乳房意识月，大家可以参与我们举办的活动来表达你的支持帮助提高人们对乳癌的认识啊。然后呢10月跟11月呢，符合条件的女性除了政府补贴外，还可以获得新加坡防癌协会提供的25块钱乳房 X 光检查的援助金，只要在2002年11月15号之前预约你的乳房 X 光检查呢，并且在2022年就是今年11月30号之前呢完成你的检查，就可以享用这25块的援助金。新加坡防癌协会在 B3 的诊所呢，也只要你持有橙色或者是蓝色的 CHARS 卡的女性呢，也全年提供乳房 X 光检查无需付费。所以预知详情呢请您到新加坡防癌协会去看一下，浏览他们的网站，认识更多。今年我们与全国志愿服务以及慈善中心合作，在 giving.sg 网站上呢开展了筹款活动，请您浏览www.giving.sg 这个呢也是希望能通过各项的服务呢给大家有更多乳癌的意识了解，需要做的筹款您慷慨的捐赠呢，可以帮助很多减轻癌症对社区的影响啊。我们也感谢大家所分享的，今天我们的陈医生、欧医生，还有我们的我们第一位医生啊，那个漂亮的医生，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那个我们的杨医生，对，杨医生，粉红色的是杨医生啊，第一位是欧医生，还有我们的陈医生，还有我们的洪佩玲女士啊，谢谢大家在星期六来跟我们分享有关癌症、乳癌的意识啊。节目到了尾声，我们也要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新加坡防癌协会举办的乳癌网络研讨会，您的反馈对我们很重要啊，请大家扫这个网页上面的 Q 码，然后呢给我们您的意见。预知到更多的详情有关今天的讲座呢，你也可以通过新加坡防癌协会在脸书上面再一次观看今天的节目。另外呢，早期检查可以挽救生命，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更多有关新加坡防癌协会提供的筛查援助呢，你请您也再一次的浏览新加坡防癌协会 www.singaporecancersociety.sg， 还有就是或者是打电话18007273333。祝大家有个美丽又愉快的周末，现在下雨了啊。先希望大家，谢谢我们的医生，谢谢我们所有的义工，谢谢我们线上的所有的参与者，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啊，谢谢大家，下午好，再见。